车全部有15台，即将正式出发。我是最后一台的。
安全帽的还算很乖哦。这个泰国人现在已经慢慢的已经走失去了，也代表一个成名文士的一个进步。在正前方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所谓泰国式的警察局。16万，这个面积在整个清迈府跟清迈市有极大的不同。清迈府的话，面积高达有270